是 Paris 啊，咁我已經係一個媽媽啦，我有個女女9個月。咁我生小朋友嘅時候係開刀，唔係順產嘅。咁開刀之後咧，3個月係唔可以做任何劇烈嘅運動啦，或者去做一啲儀器幫助收身噶。咁我3個月之後咧就變咗有小肚腩、大髀有鬆嘅情況出現。咁其實我平時自己都做好多運動啦，譬如跑步啊、打波繩，但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即係幫助得太多啦。喺朋友介紹底下，我就去咗黑木堤呢間美容中心。咁佢有一個儀器咧，叫做 HIFU 療程啦。咁佢可以幫助到我即時有明顯嘅改善效果，就譬如手臂啊、大髀啊、肚啊呢啲位置嘅。咁我就今次去試下睇佢嘅療程係 work 唔 work 先。做完呢個療程，我覺得真係好正，因為我做咗大髀啦、手臂啦，同埋肚，肚係即刻細咗、扁咗個肚，而大髀咧係收緊咗，手臂都係咧 firm 咗好多，我覺得。咁咧出邊啲人話做 HIFU 咧有啲吉吉地啊，同埋啲痛痛地嘅感覺，但係呢一度就冇嘅，我反而覺得佢幾舒服啊，有啲微暖啊、熱熱地嘅感覺，我覺得我係 OK 嘅。咁同埋咧呢一個療程咧係388。咁跟住另外仲有一個月係免費任你去做其他嘅療程啦，跟住之外佢有一個營養師嘅，其實我覺得配合埋均衡飲食都好重要。你除咗做肌啊、做療程之外咧，你嘅食物方面咧都要調節得好好啊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價錢真係可以話超筍。